转载自百家号作者波波波丘火箭终于把安德森交易走了。莫雷这个夏天的运作确实对得起这个最佳职业经理人的称号。新换地老板贝尔蒂塔的资金支持让莫雷的运作更加的顺畅。球员保罗乔佩拉扣基本上薪资已经被锁死。即便如此，火箭这个夏天目前的阵容虽然交易走了安德森，但依旧触发了奢侈税底线。火箭大概需要交2000万美元的奢侈税，这在火箭51年队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火箭50多年的历史第一次交奢侈税是在2010年交易走麦迪要明受伤的赛季，交了76万的奢侈税，这几乎就是卡着红线来的，几乎可以忽略。第二次是2015年哈登和霍华德组合的时候交了490万的奢侈税，这次就是第三次了。今年的联盟奢侈税大户是雷霆，又高居榜首。看到这个消息就不自觉地想到哈登了，雷霆算是给火箭一个大礼包了。雷霆大致奢侈税7300多万，排在第二的是勇士的4400多万，第三是猛龙的3400万，火箭2000万左右，奇才1800万，开拓者1200万，凯尔特人600万，热火480万。火箭这个夏天的运作之后阵容有了一定的变化，这就需要保罗和哈登尽早的去了解每个人的特点和打球习惯，主教练针对性的去研究一下战术，特别是针对勇士的战术能够在常规赛的比赛中潜移默化发挥出球队的特点，才能击败勇士成为西部的超级强队。